敬爱的师父，非常谢谢您给我们这么多的开示啊！今天呢，我特别要来替众生请法，向师父来请意，请示师父，这个极乐世界跟我们所谓的天界，因为我们天界在有33天，尤其到越高的，也许无色界，非想非非想触天，他们其实也都是非常清净的。不，那些这两个是什么六道？没出六道，没出六道，没出六道，三道非想非非想出天，这是六道里的最高的，出不了。他还有寿命，他寿命很长，80000大劫，但是80000大劫会到的时候，到了怎么办？上头再没有，那就往下堕了。所以啊，是爬得高，摔得重。凡是到飞飞翔之天，对，死了之后都堕入无间地狱。啊，为什么堕？谤佛，佛骗我，我已经证得无上涅槃，怎么还会堕落？他把那个境界当作涅槃，他不知道那个境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脱离六道是第一个阶段。那么净土，他这个法门直接就脱离六道，不需要通过这么层次，叫横处，这叫竖处，有层次；横处没有层次。啊，从人道这边就溜走了，就离开。到了极乐世界就不再来轮回了。你喜欢来就来，你不喜欢来就不来，你得自在了。得自在，除非这个是发大愿。对，不错，你再回来是菩萨，你不是凡夫。啊，到极乐世界老师是阿弥陀佛，一个对一个教的，是，不是大众在一起，但是你感觉到的是。阿弥陀佛专门对我教的，专门教我的，啊，他感觉到阿弥陀佛专门对他，一对一的教学，啊，不是大家在一起上课，所以成就特别快。如果一个人在生前念佛念得很精进，但是他到晚年的时候，如果失智，就是变成一个失忆症的人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念佛了。那他临终，他将来还有机会去极乐吗？很难，很难，很难，很难。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？要帮助他，我们尽量想办法帮助他。那现在用最好的方法，就是用耳机，把阿弥陀佛的声音一句一句的提醒他。用这个方法，就是让他的八识种子里面，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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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他神识没有离开身体的时候，生生都是阿弥陀佛。如果他一念想到阿弥陀佛，想求生，他真的往生。是。那我们在净土的修持里面，有很多，比如说持名念佛，或者是观想念佛。就是可能都是用这个观想的方法。师父能您觉得最好对我们现在这种末法的众生最好的方法？持名。那但是因为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是还在工作的人，我知道说我们应该24小时佛号不离心，但是在现实上，除非你是功夫成片，但是一般人很难做。那师父您是不是功夫就在此地？对，有一个比较便捷的方法。就是、工作的时候，全心去工作。放下工作，佛号就提起来，这就很了不起。你有提这种人容易往生，待业往生。对，待业往生。你好像有提出一个简便的方法，就是一天9次念佛。啊，对。师父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，我们怎么来做？我是在新加坡，
看到回教徒他们一天五次礼拜，所以他们很团结啊，就是靠这五次起很大作用。所以我就想到我们九次，一天九次念佛，只要念十声佛，十声啊，早晨起来一次，早餐一次啊，这个工作啊，上班的时候工作，工作之前念十声佛号再开始工作啊，工作结束之后也念十声佛再下班啊，这就是早晨一次，晚上一次，两次，三餐饭三次啊，上午工作上下班，下午工作上下班四次，合起来九次啊，比他多，只要一次不缺很有效。其实每一篇虽然不是持续，但是不间断，不是持续，哎，对，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他自自然然是他就想起来啊，吃饭之前喝茶念十声佛号。所以如果念佛的人他不是三宝弟子，他甚至不是佛教徒，但是他觉得这个法门很好、嗯、那他就也持这个佛号行，他也可以，只要他愿意到极乐世界去他就去了啊，他又不愿意去那都是三天啊，对，这人天福报。这个法门这么殊胜，而且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困难。对，是不难。可是为什么去的人却很少、嗯、这个地方叫人留念的地方太多了，只要有一桩放不下，特别是亲情，是父子之情，兄弟之情，夫妇之情，很难放下。师父可以教导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怎么看破、啊、要把这些亲情，虽然我们知道要孝顺，对，但是是要孝顺，但是孝顺要做得很周到，不要着相，不着相，哎，不要着相，着相什么你就有，那就情就黏住了，那就麻烦了，就往生不了啊。所以思要做得很周到，做完之后阿弥陀佛，那个思不放在心上、嗯、心要清净，心要平等，清净是阿罗汉，平等是菩萨，觉就成佛了。师父，清净的心，我想一定有一些修行的方法，可能有哪些法门？清净就是放下，放下就清净。你为什么不清净？你放不下？是，就是。很多东西他会觉得责任，有的时候他会觉得那是叫责任、嗯、所以就放不下。责任是果报，是因果，这个责任是好的，将来好果报、嗯、是不好的，将来有三恶道的果报。那放下会不会变成消极了啊？会不会变成一个 无所作为、啊、通通消极，消极就是念佛积极，就是念佛积极，对，我就是念佛积极，那就决定往生。对，师父说的对。哎，对，其他的有些有是积极，那就是障碍。对、嗯。现在我们一般就是这个五浊恶世啊、哦，就是其实我想，师父，我们今天需要您，就是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。家庭，台湾的离婚率哦，现在几乎是
全亚洲排名第一，每十分钟有一对夫妻离婚。然后台湾现在的社会事件、治安事件其实也都很不好，就是在人心上面其实变成是一个非常混乱跟不安定。那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在学佛，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社会越来，反而是我们看更早以前，它是一个很淳朴的社会，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时候，它反而是很淳朴、欣欣向荣，而现在看起来好像一直整个社会的这个气氛是向下沉沦。所以我知道因为这样，所以师父您一直在带领我们找到一条真正的光明大道。但是也许众生是不是需要更多像您这样的明灯 的大师，就是提点我们。第一个，首先我们就不明白，我们都认假为真，说我是谁。其实到现在我们常把自己都认为这个是我。师父刚刚前面也有讲了，您可以更清楚的让我们了解，我们怎么在这个修行上面，除了我们念经，除了我们持诵佛号，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，就是让自己能够放空放下，回归清净。方法有，中国人最聪明，最早提出的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，就是教育。教育啊，今天社会变成一种乱象，就是教育彻底失败。你看今天人起心动念是什么，都是钱。是，都被他障碍住啊。中国过去不是这样，古时候教育的起心动念是什么？是爱。爱。宗教教育是爱的教育，神爱世人，佛菩萨慈悲，慈悲就是爱啊，爱的教育。从小灌输到老不会改变现在教育中，父母教小孩，幼稚园就叫什么竞争，你要拿头一名啊，拿第二名、第三名，妈妈就不喜欢你了，他的人生要苦一辈子，苦到跟人家竞争，你说多可怜啊。什么叫做爱？忘掉。什么叫做情？也忘掉了。现在的体制，父母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点，因为他觉得不给予现在大家都其实现在的这个模式都一样，所以如果跟别人不一样，他会觉得哇，他这后面的人生可能就输了。嗯，这是一个整体的集体意识，整个社会环境关系。那怎么办？孟母三迁，我们要离开，找个清净地方离开。我们每一天打坐或者是拜佛礼忏，这些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回归清净？这些都是帮助你心定下来，都是叫你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放下。所以这是一个可以用的方法。对，实实在在讲，教学没人教，没人学，我们今天看不到教学。大家
想错了，看错了，说错了，做错了，没有人来提醒，全错了多可怕。在整个世界上，从历史上去看，最值得赞叹的是中国。中国居然在5000年前的老祖宗就懂得教育，而且这个教育一直到满清没中断，民国断了，所以我们受的这种苦报啊，民国就改制了，不学老祖宗。过去改朝换代，无论谁做皇上，通通把老祖宗东西拿出来教人，没有改变过啊，只有民国把它改了，亏吃大了。所以师父现在重新把这些失掉的中华文化的精髓，对，再重新唤起，没错，是。所以我们看古籍，无论是儒家的、道家的、佛家的，或者是诸子百家，都是圣贤，都不是普通人啊，也就是从小他都受过好的教育，有智慧，有德行，有能力，证明人是教得好啊。中国靠什么起家？文化是什么？就是教育。是，你看教育是整个社会所尊重。古时候的社会两种人受人尊敬，要不然人家为什么念书？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读书人在社会上虽然他穷啊，甚至他吃饭都成问题，但是别人见了他对他尊重啊。宴会的场所当中，读书的人是坐上席的，是坐上面啊，做生意买卖有钱，他在下席，他在下面啊，上面永远没有他的份啊。这就是什么？叫人把钱看清，把钱放下，不受他的害啊。要有智慧，要有道德，要有学问，重视这个东西啊，从小就给你概念，社会大众都是这样做法，他就相信，他不怀疑。那现在整个社会变了啊，现在在任何场合，谁站在最上面？企业家在上面，有钱的人上面，读书的人最下面。所以读书变质了，开学店了。啊，学校上不上？不上，要开补习班。你要想考试及格，你要上补习班，啊，要交学费，啊，要不然你就考不出好成绩。啊，老师变成知识的贩卖，啊，学生拿着钱去买知识，全部商业化了，宗教也商业化了。过去宗教都神圣啊，哪有这种概念，从来没人想不到的，现在居然是这个社会出现啊，那让我们感到的这个社会的后果就是未来越来越近，明年怎么办？后年怎么办？
担心什么？担心灾难呢？不善的念头，不善的言行，会带给我们灾难。是。啊，贪心带来的是水灾。这佛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嗔恚发脾气带来的是火灾。地球温度上升都是顺于这些，脾气太大了，嗔恨心太重了，愚痴感应的是风灾，傲慢感应是地震，怀疑是山崩地陷，山崩土石流，地突然陷下去，怀疑。你看，贪嗔痴慢疑，现在的人哪一个没有？而且都非常严重。这种众生共同的业力，先前那就是今天讲自然灾害，其实不是自然，自然没灾害，人心幻化出来的，人心。那如果现在觉醒，我们说定业可不可以转？因为这个是有因果的，你以前造了这么多的因，能转。怎么一切法从心呀，能转。所以教育比什么都重要，特别是宗教教育。为什么这宗教教育？我们用现在的话说，宗教是主要的、重要的，人类主要的教育、重要的教学、尊崇的教化，这叫宗教。啊，今天外国人不相信宗教，中国人不相信神仙，麻烦来了。我们要怎样帮助现在人回归，重新认祖归宗，才有救。啊，甚至全世界的人都要认识中国老祖宗，是大慈大悲，是神圣的爱心。啊，他愿意救自己、救社会、救众生。因为在这个理念之下，所以师父您有推动这个叫万姓祖先纪念堂，对，也就是让我们慎终追远。没错，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存着感恩的心，这个世界它其实我们用一个量子理学来说，不错，就对，可以，可能好像我记得大概千禧年的时候，大家也很担心说可能会发生大灾难，甚至有很多的预言说什么时候地球可能会发生灾难，但是事实上都是人心的变化。所以师父您说定业是可以转的，我们要真诚的有忏悔的心。是，所以如果多一些人对于宗教能够有正知正见的话，这世界是可以改变的。那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对现在尤其是握有权力者，他们现在我们的教科书其实是极尽可能的排他，或者是进入到一些洗脑的思维。那您一直在讲教育的重要，尤其把宗教教育，我们发觉宗教教育在好像在这全世界没有，除非你是特别的宗教的学院，要不大家都不认为这一块是很重要，甚至有的人还避而不谈，认为说那个叫怪力乱神。那如果师父您一直在推动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如果我们可以继续往下努力，您觉得我们怎么去影响这些政府？做他的，我们做我们的，只要他不干涉我们就行。还是要用电视，电视弘法产生很大的力量。是，我们用网络20多年，用电视也10几年，2003年开始的，2003年元旦开始用电视，产生很大效果。是。
是，我想今天我们听了师父给我们对于这个殊胜的净土法门的开示啊，也让我们这个豁然开朗，我们发觉有这么美好的一个地方，而且持名念佛，我们就决定只要相信，我们就可以去。而且师父也告诉我们说，其实不管你信什么宗教，其实大家都是合一的，修成功了都是一样。是，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的节目呢，全世界很多的观众在看，其实每一个人呢，自己就可以成为一个自媒体的记者，对，也把师父一直在弘扬的这些正法呢，透过自己，然后透过我们的手机，透过我们的电视，能够传播出去。其实这个和乐世界、极乐世界，其实就在现在的当下。对，也希望师父能够法体康泰，还有继续要领导我们，尤其在教育的这一块。阿弥陀佛，我想我们众生都有非常有福气，能够听到师父继续在带领我们走在这个不但是修行的路上，而且是把做人做好，做事做好。感恩师父，师父也给我们做最后的两句勉励好吗？多为苦难众生做一些好事就对了。感恩师父，多为一些苦难众生做一些好事。对，也祈愿呢，我们所有的观众呢，大家都一起尽心尽力。今天呢，我想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有福报，能够听到师父给我们这么长的时间，老人家已经90多岁了，在这边呢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在陪伴着我们，然后为我们众生解惑。我想我们现在也是受益匪浅，了解说教育呢跟宗教的关系，而且在生命的道途上呢，师父就是一盏明灯。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看了我们的节目以后，大家都知道在现在的这个世界呢，其实不分彼此，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，都是一个地球村，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尤其在孝敬父母、尊师重道，而且弘扬中华文化上，我们都要不遗余力。也感谢各位观众，也祝福大家呢，法喜充满，平安吉祥。